健康满足，老年人群体多层次嘅养老服务需求，是经济社会发展嘅民生问题。近年来，各企教官方面积极探索实践，不断提升养老服务。金平区东方街道自积极构建嘅门口多元化、多渠道养老服务体系，多社区建起了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方便老年人生活。今年85岁的张姨是金平区东方街道的居民。退休后，伊甲老婆互相照顾着生活。日子长，听到家门口建了一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张姨就每日拉着老婆做下去一个休安娱乐。我今年85了，老同志，我就住在这附近。因为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社区呢搞得很好，很吸引我们老人家以及我们老年同志，大家都经常会到这里来集中，到这里来活动也很开心。张姨还加入了养老服务中心的夏青团，虽然夏青团成员的年龄拢已经70、80岁，也基本拢是零基础，但是大家人热爱唱歌，喜欢音乐。除了经常组织一个拜年演出之外，还能够拉家乡谈谈心，消亡了忧青，也消亡了快乐。我本来很喜欢唱歌，但是我唱不好。我刚才来听老师讲，我真的很高兴。老师讲的那些东西，我们以前没有学过的，所以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自己也是学了很多东西。老师教得很认真，大家的氛围很好。我们的主任呢、啊，这的主任是主任啊，他也是想了很多办法，要把这个社区搞好。我感到很好，很高兴。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花开项目太激活，今年62岁的张楚明经常给大家人传授太极拳。直接直食，伊拢仔细讲解。伊答为了能够继续传扬太极拳，让家己老有所威、老有所乐。退休之后，伊就自愿报名到养老服务中心，甲大家人当老师。我多年呢，就是点练太极拳，作为一种健身的活动。我跑了几十年，这几方面呢，就来自老年活动中心，去辅导咗老年朋友拍太极拳。跟人共同的增加锻炼，这个氛围非常好，来组织这方面的锻炼，提供老年朋友的健康水平。如今到张楚明的带动下，周边不少居民纷纷加入到太极学习的队伍中，享受着运动健身的乐趣。也是来这学习啊，打到酸恶滴滴呀，感觉身体好了高诶。据介绍，东方街道常住人口64000多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4000多人，亦占街道人口的23%。街道人口老龄化，甲家庭养老问题日日凸显。对此，金平区甲市区民政部门积极探索社区养老新途径，大力支持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到福彩工业金甲些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等的支持下，该中心顺利建成。第六打造宜居家园幸福生活养老服务平台。中心建设面积约420平方米，设有长者食堂、康复保健室、心理咨询室、休闲活动区、老年学堂等功能区域。到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年朋友能够免费享受营养餐食，能够跟大家人做下谈心聊天。还可以根据自身喜好参加相关的文艺及体育项目。特别值得的是，服务中心发设有微了服务专区，每日有卫生助教，方便居民前卫门诊。我是土建世界观察员，了有甲前面确诊，了有经过这些治疗好好在，照顾了甲防我服药卫生好真济。即为民，为民平时时，你讲是啊，方便，比如说市民，他是啊，你啊去欢迎排队啊，咩麻烦，我即生非常方便。不错啊，很好啊，我经常来啊。东方街道表示，落来将接下客户来话养老服务资源，以专业服务甲支援服务相结合，不断积极探索实践，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正式部满足客户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扎折铃声，多登沙公路，一架老人打卡车跌倒受伤。
电南区生产店零号村街汤澳工人吴启谦发起咬，开摩托车上楼能等来，不料半途摩托车无油，无边再惊，于是伊行了直路点钟的山路，才将楼能上得，令楼能结束，感动不已。昨日凌晨一点左右，吴启谦开摩托车途经东沙公路城昌路段，早上伊睇到有一个老人恶恶坐到路边，当时老人伊着单薄创新裸断，吴启谦立即上载了解情况。因为听见交通我唔对，我听见啊，那是个人成个破山间坐到脚间，我晓得唔对这讲话，我哋多交通问题，实在是想你到底，因为现在已经发了。发现老人身顶有多处擦伤，吴启谦提出送去等来。一开始，老人因为唔信任陌生人而恶意亡国，但当伊获悉吴启谦是一名土澳工人的时候，立即乘坐吴启谦嘅摩托车等佢来。我哋晓得系应该是条福建人啦，吼！我哋问得，冇话就仔都卡，即系而家买，我哋喺度买都几难，等系上面何咩？即系手机冇，而家也冇。我在海都是想想话，我也是个通讯工人嘛。我在我在路卡，这是打一句打两句，我一听到他通讯工人也想想话哈。这是坐一架摩托车。原来老人叫做阿明，伊能来养到30公里外界红桥镇大坝村。虽然吴启谦从未开摩托去过红桥，而且沿途多回山路，但吴启谦还是启动了摩托车送老人回来。当行驶到半路的时候，摩托车因为无油熄火，而无法继续再行。我哋家头系无油，我哋两路卡，因为我腿已经较快了，行到是无咩会惊吼。现在伊命，现在伊较靠行好，我在海里慢慢慢慢行，伊行到差不多点半路，点钟，即系送阿伯过来。吴启谦送老人等到来门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过，老人嘅家属感动不已。佢无油库。这一摆等啊，这一单买，这一厉害个，娘夫等来，夫到奶奶，夫爱主动着上攞点钟，惊就得咯，就是非常感动得着，大家就应该人非常好。对于吴启谦嘅成果，老人家属十分嘅感激。此日，伊能特地找到了吴启谦，再次向伊表达感激之情。社会热心人吼，是多么就对人家来个那个。让阿兄学习嘛。对此，吴启谦表示，家己只是尽了土澳工人的本分而已。要是我就是做于这个土澳工人哈，那是社会一种责任感也有的了。我现在还用和商人商，这是少数的。但是我平时也是到落来了问的，就是需要帮助，我也有不少付的了。买单一下我嘛，咱家个老人呢，大家开销。记者今日从气象部门获悉，受今年第20号台风纳沙外围洪流及南下热空气的影响，未来两日华池将会实施降水降温的规定。据此气象台监测，明早8点，今年第20号台风纳沙加强为强烈大风暴级。10点的时候，其中心为距离山头东偏南方向630公里的巴士海峡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东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东心附近最低气压985米。今日14时，纳沙已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呢，台风纳沙将以15到20公里的时速呢，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16日傍晚穿过巴士海峡后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趋向东沙群岛南部海面，强度逐渐增强。而后呢，则向西南方向，19日趋向海南岛南部海面。自明日起，将有热空气南下广东，受台风纳沙外围洪流及热空气的广东影响，或许将迎来明显的降温。明早9点23分，此气象台为此发布台风南下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3天受台风纳沙和中等强度冷空气的叠加影响，我市呢海陆风力将增大，有阵雨、局部大雨过程。过程日平均气温呢将下降5到6摄氏度。全市各区县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今日
此三方指挥部发布关于启动洪荒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并于明早十点启动洪荒四级应急响应。此气象台为此提醒九江方面及市民注意做好防御工作。我市沿海及海面的大风维持时间较长，海上的过往船只和作业人员需要及时的避风，滨海及海岛旅游、水上活动需注意安全。沿海阵风较大，需注意防御大风导致的厂房工棚、临时构建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灾害。气温变化大，请注意适时的添减衣物。为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及共享水平，近日华师大能了密集的相关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新设立了十三处平面饮水点，配备创新的饮水机，为市民提供贴心的服务。到此能明广场的平面饮水点，市民只需要拍开相应的水龙头，就能即刻响应热水或者温水挪整滴饮水，操作方便快捷。詹红英是一名环卫工人，负责该片区的保洁卫生工作。伊呾一名环卫工人，夏天一日差不多要食十升以上的水，冬天也要食五升以上。当伊能直播龙时到早上出门的时候，摘一瓶水，未到日头就已经食了，想要加水，等环卫站无咪形式来回几公里。如今设置了平面饮水点，实在是太方便了。现在是就是无做提示做点摘水无就佮无个饮料，现在都有一个饮水机，方便人们饮水。不仅如此，平民饮水店附近还配备了直吃性纸杯，方便大家饮用。以前工作的时候，人家外面清洁时候进来喝水，没有水喝嘛。现在有这个饮水机，就比较方便多了。有温热水，也有开水，都可以喝。感谢我们的政府，非常感谢。其实今年以来，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康涛并联合沙头市环境卫生协会会往单位，想要在此部分公共场所设置平面饮水点，为往来的群众、公交司机、环卫工人、五林立会工人、交警等户外劳动者以及游客提供免费热水、温水服务。市中心共设置了13个便民饮水点，为周围的市民提供饮水服务，也为这个交警、园林跟环卫工人这种户外室外工人提供这个必要的饮水服务。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热水跟一个温水的服务，下面是自配的一个饮水机，这个都是我们统一放的，这个请市民跟广大的户外工作人员放心使用。开车上路，莫随便倒，特别是到高速公路顶端，更应该尊贵安倒行驶，否则可容易发生危险事故。但近日，一名驾驶员在高速公路顶端跨石山边倒，影响后车行车外窗，最终受到了交警部门的处罚。近日，交警部门接到网友举报，但9月16号的8点左右，直接挖地河边的小车到深海高速公路金州互通立交的车道上，同将跨石山边道开入直道，左地嘅形成碰撞事故。交警高速公路大队六当队获悉后，立即启动调车处置，并通知涉嫌违法嘅车辆驾驶员前往交警部门接受调车处理。我们就通过卡口取证，迅速通知驾驶员来我们中队处理。驾驶员到后表示对自己的行为很忏悔，毕竟是高速嘛，速度很快很危险，我们也对他进行了处罚，罚款200，扣3分。据民警介绍，违规驾驶员表示，驾驶当时不慎错过高速出口，牵涉者做出了跨越石山边道的危险行为，其后将协助驾驶换窗开车，当作违法行为。民警指出，高速公路顶车辆行驶速度慢，一旦发生事故，可容易造成人亡、伤亡及动态财产损失。所以，到高速公路顶开车，务必慎之又慎，严格按照标识行驶。为错过出口，要继续匀速行驶，再定性规划好路线，之前莫随意变道，甚至停车、拖车、逆行等。
这就上高速提前规划好路线，就在哪里上哪里下，嗯，然后下高速之前就提前变道，不能直接从超车道然后直接下高速。如果错过下高速的路口，就将错就错，继续往前开，寻找下个那下高速的路口。调查地区动委约治安控部控证人当家至少道交，为咗好调查动委约治安界发掘保护及团生工作。近日，汕头市动委会员与汕底会客员约合起合作，共建约合加合实践基地，共同开展动委约治安开发及转型研究。市动委会长期打护着活动地区界动委约团生、人才培养及动委约文化传播等重要任务，但长期以来开发研究基础加强。临床疗效打不清，责任机理讲不明，也向愿意增加动物药开发研究甲成果转化。特别是原来支持及协定处方的开发，直接开发有六个药效核实验及客观效果指标。为贴到改变基础科研平台开发，客观实验不足的现状，此动物愿意甲山大卫生院药学系开展了开发研究合作。中医院呢，它实际上有很多很好的院内制剂和这个方子，你像比如说嫩肠丸，那么它这个在这个治疗便秘啊什么的都非常好，效果非常好。但是它里面的有些成分呢，是我们这个中药这个汕头一些这个什么用的一些成分呢，比如猪大肠，那么它这个在国标省标里面都是没有作为这个入药这个成分的标准的。那么他们想在这个怎么来开发它，提升它，能把这个方子推出去。所以说我们想。就是结合这些问题，我们来作为合作，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吧。合作双方更表示，通过合作，然后之间有了良好的平台，学术交流会更加频繁，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山汉人为合作，更建昆阳平台，良好培养人才，推动动物药基础的临床研究，为汕头市动物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粮，他们有很好的实验室、很好的实验条件、很好的实验经验啊。那么把我们这些临床经验呢和它结合好，那么把这个中药怎么发挥作用的这个机理给讲清楚，把我们这个中院呢我们传承下来。金秋时在，汕头已将花团锦簇，如诗如画。大田区内华电界公园河边村庄，每里界200米绿色开花。特质阳光，为内花的秋天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内华店北区照光园，更见成片界每里200米惊艳灯黄，甲明净的蓝天白风相映成趣，让人陶醉。前面游客纷纷拍马卡步，相映到花海之中，尽情感受秋日的美好。环境好，花开了呀，各方面都。做咱来搞了，反正心生反正吼，来个踢踏，听人唱歌跳舞啊，反正有活力。玉木棉花开得很灿烂，我每天在这里运动，心情很愉快，走在下面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北溪洲公园所属地片原来是贝辉窑基地。2015年，莲华镇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建成北溪洲公园，并配套有停车场、旅游厕所、露天茶座，还有休闲步道等公共设施。这个公园的一大亮点是绿化充足，春天有成片的黄花风铃木，秋天有姹紫嫣红的益木棉，一年四季都有好景观。每里200米。是吉贝索落叶桥北，桥北较大，花黄叶茂，因花开，特质艳红，香丽又美，以小美丽日得名美景桥。到内华店南梅村，直大片200米，最近也到参观灯光，直足足花朵红似胭脂，触满枝头，行走到参观，仿佛身处诗画唐安。南梅黄叶路呢是2015年。就开始打造，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我哋树头露面嘅，正路子佢叫做200米，系2020年嘅十一月份，即系西洋村路做了这个水泥龙，到只有你呢就配合这个龙城垦造，加下这个龙
龙里溜，加下从红天行这个烟尘溜个白色。接落来，内华殿将到皇上旅游基础设施配套的同时，着力推进游客及民间步道建设、景区共享空间打造等工作，推进旅游区提着升级，致力将乡村旅游区打造成全面向外导向康养界后花园。莲花镇将依托莲花山、北溪河、乡野田园和龙城乡古村落等现状旅游资源，和临江绿道、新会绿道等现状游境资源，进一步打造山地康旅段、冰雪生态段、乡野田园段和镇街生活段四大主题游境及慢行系统。同时，结合潮桥特色乡村振兴示范带打造和美丽墟镇建设工作，全域推进景区农村四小园建设、公园广场提升等工程，全面打造景区游客群众共享空间。最近，我国浙江界海南罗地发行直整庙会百界高游空界新模型，这也是导致古日当局各朝开口对发布墨在演在界当局同一交潮红南五关岭三界交道。对此，公正结果的交界关注度纷纷表示好奇，但无论如何，经纬自然正是最终的落脚点。近日，开下街道浙江天墨山发行新模型百界高游空。为了网友迫不及待的对门较好吃好吃么就做你吃，专家的媒体提醒到昆阳跟官博公布之中直接没去吃，当有多次挂机当国各朝开口对发布墨山已在界当国对交潮红南五关岭三的交道，介绍潮龄约380岁，经测定为83.4米，相当于28楼高，最后生的高度是三名开口对成功用了7.7秒七秒滴出的角度，有网友搞不懂如此大会就这样就是为了跟直长潮尿性高吗？这个是发行新闻证，这个是为百年古潮出口，无论是网友迫切想要想钱的心态，还是对各潮开口者迷惑惊畏的难以理解，其实拢是对相关开学事件的关注和好奇，其中也不缺消灭搞潮心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任何媒体的发现对人类来说拢是一笔宝贵财富，唔多能够为生物多样性添增加些，而且对其研究还能够为人类对相关媒体的保护、利用等提供依据，为生物进化研究贡献理论价值。目前配合的古改创世界同生物种类总数一会直采黄至红采黄之间，但到目前为止人类只是发现其单界直逼90%，自接回三门也好白潮七九一八配合观察者媒体与公正界多嘴互动，拢是加深公正对相关开口的认知而理解的过程，当相关配合知识为更多人知晓，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工程对大自然作为更多直接敬畏，对开发工作作为更多直接尊重而支持，也将敬畏你开口研究而生态环境保护。目在能难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当生物环境提速减少，生态系统又逐渐瓦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每个物种拢可能与人类生活产生垂丝网络的联系，保护异能其实就是攞保护能加持，因此对自然能影响着保护敬畏之心。